接下来十个人会分成两组 ，Baby、坤和吉克君以及沙哥，你们四个人要前往金山软件园，伪装成智能 AI 海豹，给喜欢我们节目的公司员工送上惊喜和祝福。另外的成员去珠海中心大厦和喜欢我们节目的职工一起录制职场放松操。然后白鹿是不用加班的，但是你也可以过去，就是看着他们加班。哦，这是加班的惩罚。你可以选择下班。感觉这个不是好事情啊！但是你此时选择下班，剧组是没有车的，得自己走回酒店。我努了这一天，一个奖杯没有，我图啥？没有，因为你名字叫白鹿，所以你白鹿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虚构的公司设定，用一个非常荒诞的方式来给大家表现了这个加班的话题。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和企业越来越注重保护员工的身心健康，努力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规范工作制度，让员工除了有快工作还能有慢生活。当然在很多特殊的时候加班在所难免，但无论何时都不能以透支健康作为加班的代价。同时也想对职场上的年轻人说，在工作中要尽可能的提高工作效率，调整作息时间，以积极饱满的状态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当仁不让的好青年。大雨中我也在等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各自的加班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加班任务。搞得这么神秘的，没人看见我，安全，可以脱掉伪装了，是不是？你们需要通过海报机和路过的员工进行互动。我们要伪装成屏幕里的电子海报，尽量的静着，不能动。不能动是吗？我们俩切出来到你们，你们就不能动。哦，我们在这儿是吧？对，跟着 baby 去旅行。这其实就是一个跟他互动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给惊喜的方式，逗他好玩呗。他们真的不知道吗？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真的假的？然后呢？正在为你解锁旅行目的地，请稍后。不愧是广告女王啊，太专业了，说来就来。你没有告诉我你想去旅行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不是这个吗？人家问了一下你去哪，要我们去哪？去哪旅游？日本。这是智能 AI 吗？嗯。那我们就去日本的北海道滑雪吧。我们要跟你做这个动作吗？请告诉我下一个你想去旅行的地方。去哪？日本还有哪里？德国。德国？说不定他们会送我一个机票。你又玩我天！哎，不是，万一送我们一个机票怎么办？请您确定你想去旅行的地方。跟着 baby 去上海旅行。是不是真的能做张机票出来？欢迎来到上海。
上海欢迎您，上海是我家，我家欢迎您，欢迎来到上海，欢迎来到我家。加班的你辛苦啦，要记住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没有，我机票呢？我机票呢？真牛！猜到了吧？你这个太专业了，太专业了。你试一个。来一下。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们出出难题。我没有那个能力，交给你吧，我自身难保。没事，逗他玩。就那些，看到没有？这，哦。请喊出模仿我的动作。请模仿我的动作。请模仿我的动作。是你随便摆任意 pose。哦，请模仿我的动作。你咋不切呢，兄弟？跟上。拿这只框，这一个星是吧？哦，这样哦，他在模仿我，他这是真的吗？不是假的，这是 AI 吧？那不是？对啊，智能 AI 这样子对吗？对啊，对啊。请模仿我的动作。对啊，智能 AI 啊。请模仿我的动作。你怎么不模仿我呀？这是真的。有别的道具吗？换一个。好的。我最后一个。为什么？他发现了吗？来。我们一起这样。请模仿我的动作。他是什么？比个手艺，他就这样，是这样子是吧？来，请模仿我的动作。他是真的，他是实时的，他是 AI 还是实时的 ？AI 吧，实时应该是实时的 ，AI 的吧 ？AI 的吗？但是有点真实。别摆了，停。哦，不是我，像。我累了。累了，累了，坐下。那歇会儿呗。给你歇会儿了。给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坐。他们好像玩嗨了啊！继续玩。我们也玩的倒是挺快乐的。姐姐有点玩腻了。啊！不是，他要模仿这个吗？姐姐有点玩腻了吗？他说他玩腻了。你跟他玩吗？你们不跟我玩，我走了。拜拜。你可以出来见我们吗？可以啊，你可以到一楼见到我。啊？一楼活动室。他在这里吗？你找我吗？下次不可以这么快就玩腻了。好的好的好的，下次就不开心了。来，下班去。好，谢谢。辛苦了，加班辛苦了。谢谢。拜拜。好，我要继续了。还挺好玩的呢。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看的样子像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感觉不像知道。对，知道。应该还是想不到，对的。想不到了。但我刚刚相当的拙劣了，已经。喊出口令，我要挑战，请哼唱您的歌曲。你想哼唱什么歌曲？我喜欢你，呜呼，爱你，呜呼。对不起，您跑调了。
未能识别您的歌曲。我没跑调，就是这么唱的。我好喜欢你，呜呼，爱你，呜呼，你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能识别到吗？不知道。您哼唱的歌曲《林依轮爱情鸟》，呜呼。你是不是不懂？我好喜欢你，呜呼，爱你，呜呼。识别林依轮爱情鸟，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呜呼。沙老师你好可爱啊，你别笑，你别憋着笑。你怎么要这样？哎呀，汗都出来了，眼睛真花了。词语接龙，龙腾四海，海阔天空，空口无凭，凭喊出来是吧？平易近人，厉害。人人有责。哎呦，这算成语吗？人人有责，人人有责算，肯定得算。责。五四则三则二则日再战，战无不胜。哎呦，只要四个字都算，它是词语接龙，不是成语。不是，但是这有点太智能了吧？这个五胜胜四三盛情难却。对不起。未能识别您的声音，龙腾四海，从头来了，他又回去了。我没有识别，就说明说你这边不行啊，错了。龙腾四海，龙腾四海，龙腾四海，五四三，海蓝之。接呀、啊！你这对不起，不给其他做广告。你们两位最近加班辛苦了，要多多休息哦。我们在你们一楼，可以下来领奖品。真在一楼吗？五、四、三。哎，我眼睛都瞪着，要流眼泪了，你知道吗？不让动，眼睛不让动。别看你的加班时间已经到了，可以随时下班了。不过还要加班，我还有两个小时。拜拜。拜拜。走吧。加班辛苦啦。加班辛苦啦。我们有好几个动作教大家一下。这你都不行？我真的不行。好放松啊。熬夜。你确定这是让员工在放松吗？听说大家有一个课间操的一个什么舞是吧？我们有好几个动作教大家一下。第一个动作就是左边大拇指出，然后跟右边的小拇指同时两边倒。我们试一下，走。一二三四换五六七八，这你都不行？我真的不行，这很慢呢。是你确定这是让员工在放松吗？我怎么觉得越做越紧张，压力的感觉。你们平时真的做这个吗？真的，缓解我们加班的压力。缓解了吗？你看我们精神多好啊。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左手捏鼻子，右手捏耳朵，然后换方向，这个应该会简单很多。哎，我耳朵。对呀、啊，捏到脸。是不是？我也是、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同时我们要把踏步加上，还有踏步。一二三四，对，五六七，二三四五六七八。什么？什么？
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第三个动作，左手手掌，然后右手是拳，然后交换。哇，这个我可以，这个提前调的。这个还行。接下来拳出去，掌在胸前。你看，这你就完了。这你就完了，我高兴早了。你看又。哎，等一下，我教你们这个怎么样？可以。OK， 那你们看，这个脚往这边的时候呢，你要低一点点啊，对，要蹲一点。你看，好放松啊！哎呀，是吗？那要不我们去那外面感受一下音乐啊？好啊，还有音乐的、哦、音乐，来心想那个方式啊，每个人做一个动作，就比如说这个做完了以后，然后咵一指，然后那边你就接着，你这还得排队形式那个，主意不错，行不行？我觉得没毛病。好，来，拜拜。每天站在公路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虽然他什么都没说，全留给我了是吧？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好。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刚才的这个。嗨，大家好。这么晚了，大家还在工作啊？但是我也能理解哈，遇到了志趣相同的同事们，都不舍得回家，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平时注意身体，还是要注意休息啊，工作做完，家庭事业都很重要啊。对，好，加班也好，或者是在为了自己梦想追逐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这一次晚上的探班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加班辛苦了，谢谢。下班喽！你想做的是这个动作吗？我要模仿你，不是你要模仿我。加班辛苦了。今晚上班时间到了，可以随时下班。跑！怎么跳啊？三十跳吧，来，3、2、1。你们突然安静很多。好激动！泰国的水是什么味儿的？这水真的是咸的。接下来的家族任务就是一场泳池派对。安慕希的试探，成员一对一进行挑战，分别站在浮垫两侧，一人进攻，一人防守。防守方需要与进攻方始终保持步调一致，
进攻方的目的是拿到安慕希，折返跑回起跑线后，当进攻方触碰到安慕希后，防守方就可以对其发起追击，在安慕希过线前抓到进攻方，即为防守方获胜。进攻的人自己来控制这个节奏，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得做，你跳下去他也得跳下去。好，哇 ，Party！ 我为大家公布一下分组。渣哥，稍后你要从其余失败的成员当中挑一位，三局两胜会决出获胜者。凯哥跟深深先来，第一局请准备。萨瓦迪卡，奥巴金奶，奥巴金奶，奥巴金奶。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哇！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凯哥使用的是消耗体力战术，绝对消耗的。好累啊！哎，防守好难啊！谁给我分的？高举吗？周深胜出。哇，接下来两位交换位置。哎呀，这个好累，把自己给玩进去了。加油，深深，请准备。嘿，哇哇，哇，你们是镜像的。这几个深蹲一会儿肯定没劲儿。哇！转身，利用转身。世纪最严重的手滑，好手滑啊！哦，应该换了对吧？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来进攻。其实我觉得进攻有优势，进攻有太大的优势。对，你怎么你都会慢半拍，怎么都是他第一时间是对对对对。来了不？来了不？我抓，快当防守。再看一个泳池秀，好好看哦！再滚下去了，啊，他就下去了已经。哇！哇！假动作，假动作，好精彩啊！恭喜周深胜出，厉害厉害厉害！太秀了，太帅了，那家太帅了，没朋友，没朋友，没朋友。
我来，我们俩来吧。我没朋友。那再来吧。来吧，来吧，来吧。那你先进攻吧。好，那我先进攻。这么看不起我们老人。来吧，群哥。精彩，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帅到没朋友，帅到没朋友。你觉得我跟他是力量和力量的对决吗？哎，我发现这体重不一样，体重轻的人很吃亏，是吗？晨哥动一下，我都得那啥，吃亏吗？这都已经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那就下去了。前站一点，两只女巫蛙，来，来吧。刘梦红啊，哇哇哇！第一局全班胜出，这招可以啊！哇，真开心。哇，这下证明了吧，我哥真没有那个假发片，都是真发。他是没有眉毛，眉毛还在吗？你看一下。还有吗？没了没了，确实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先闻呢，现在闻。两位，第二局请准备。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屋顶着火。等一下，富哥啊。还有俩伴舞的，啥呀？哎，屋顶会着火。嘚儿嘚儿。好帅，你说很帅啊，帅老妈。哎，你这个造型有点梦回你道明寺的感觉了啊。明寺啊，道明寺这个回来了。明寺出差好久了吧？出了四年了。出了四年，今天终于回来了。两位目前一比一打平，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人的决胜局。可以，精彩。安慕希新升级的美味，
更顺滑，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很好喝的。女生上一桌。Mini Go， Mini Go， Let's Go， Mini Go。你要哪边？这边。OK。两位，请准备。打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美，我不是你的太阳。为何天天缠着我？打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美，我不是你的太阳。快点大声说出来。哦哦，哇，给猪八零。哎，大象鼻子转。玩累死了，又没够着，真没够着。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哟，哎，上百路 ，and you， 那我刚等很耐。胜出。接下来出战的是雨琦和白鹿。白鹿，加油！哇塞，我半百年没下过游泳池了。哎，这水好咸啊！咸是淡，水是咸的，对，有水有盐味。两位，请准备。啥歌呀？这啥歌呀？我的歌！耶，白鹿！耶！从心里上飞出来！日节夕阳夕阳，嘿！看我一边走，嘿！数着半天走半程，嘿！转头，你别太投入了啊！舞蹈舞蹈舞蹈，这首歌的舞蹈，这首歌的舞蹈，没有舞蹈。静止了。那小哲在思考，你是不是想听自己歌？他在打歌吗？他在听歌，歌要放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白鹿，你目的达成了。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把自己给吓整了，这个。啥呀？
谁学谁呢？白鹿胜出，恭喜恭喜！我的萨神现在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全都湿透了，已经。尝尝，尝尝，这舞蹈这一块也得水平也得上来啊！啊！楼上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我跟你说。眼睛有被扎到。我不会选你的，你的舞蹈不过关，在我这儿。我们主打的是效果。难怪你镜头多呢，难怪你镜头多呢。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大哥？程程说再给他一个机会。但他的舞蹈在我这儿不过关，怎么了？我那舞蹈，我这次肯定要。我选雨琦，雨琦，你好意思吗？你把你演唱会的舞蹈拿出来。我被淘汰了。我的演唱会非常的 sexy 这次。OK，哎、你先来吧，歌手。行，那如果我赢了怎么办？对，雨琦若赢了也就赢了。啊，不应该这样。对呀、啊哦，没事，挺好的，你智商很高。雨琦，不要让着他啊。赢。可以可以可以，你不赢观众又得说你划水，阴阳怪气，咱永远不能做一划水的人。拿出你给我撕名牌的劲儿来，拿出那种感觉好吗？请准备，雨琦、哎、Let's go。 怎么一个他就没了？快拿！啊，我上那边了是吧？你别去了，你累，你保存点体力，你在这歇会儿吧。还是雨琦是进攻方，虾哥防守。好，准备。再跳一次，这次又是这个动作，你要怎么接住他？接住了，接住了。我的舞蹈希望你能来，他那你来不了。恭喜雨琦胜出。
这项任务叫做抢水盆，两两站在固定的地方，中间有个水盆，大家根据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当喊到水盆的时候，谁先抢到水盆并把水泼到对方，谁就获胜。啊，这么狠呀、好草率的一个游戏，就是为了泼我们是吗？最后哪一队留在外面的成员越多，那这一队才要获得一个劳动勋章。我们是不是五打五啊？对，根据大家的一些情况进行了一个分组，沙哥和凯哥，轩怡和雨琦，卢卡斯和科，晨哥和老肖，为什么？嘉尔和 baby， 我跟姐啊，你给勋章我吧，你给，要勇敢，要勇敢一点，好吧。那你们两位先来还是怎么样？不行啊，还是炮先来。炮想先来，炮先来，炮来啊！来个来个。郑凯的英文名叫什么 ？G。G and 炮。两位先礼貌的鞠躬，请鼓掌。拍自己的大腿。拍自己的脸。往前一步走。拍对方的脸。哎呦哎！摸自己的脚趾，刚拍完脸就摸脚趾了。跟对方礼貌的握手。这手有点。摸脚踝。炮，注意炮，注意。起立。起立。拍对方的脸。还摸脚这个是吧？左手摸右耳朵，右手摸左耳朵，左手捏鼻子，蹲下。起来，水泡、啊、起来，水泡、啊、全泼自己脸上了，泡啊，可以啊，沙哥可以啊，恭喜沙哥获胜，可以进入休闲屋进行午休，凯哥等一下要在户外午休，我喜欢自然风。接下来雨琦和轩怡吧，向前一步走，伸出小拇指，和对方拉钩，立正，劈叉，劈叉。不是沙溢哥做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劈叉呢？你俩有这能力啊，有这能力。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你们可以的话就来。你下一个口令是水盆吗？接着差水盆。来抱拳，做一，抱，脱衣，抱拳，抱拳。我跟他学的，我跟他学的。抱出拳，这是抓住了。等等等，做一，对，深蹲，深蹲，起立，向前一步走，向后一步走，蹲下，起来，水盆。哇，你来了。恭喜雨琦获胜！满意了吗？满意，凯哥，差不多吧。下一组成员，凯哥来吧，来吧，来吧，咱俩来吧。Jerry， 加油，加油 ，Jerry！ 你不让雨神身上沾点水，你说得过去吗 ？Jerry， 有点说不过去了。他俩这也太少了。啊，可以，买点，买点。下雨了，啊？下雨了，啊？下雨哦，下雨哦，我下雨了，哇，真的雨神一出来，雨神一走到室外就下雨了，真的，是这个阳光这么强烈还下雨，雨神呐、啊，请回避一下，哎，这家邪了我的，你是不是用力了哥？没，这也太夸张了，这也太夸张了，天一下暗了。天一下就阴了，哇，真的下雨了，真的下雨，下雨了，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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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去，来回去，哇，突然一下，哇，起风了，这风雨雷电这点事儿，你哥让老肖给控制了，没，怎么搞的？环节吧，环节吧，不是你这水盆，赶快水盆，来戳脸蛋儿，啊，戳脸蛋儿，戳自己脸蛋儿。戳自己脸蛋，你干嘛亲我？没有啊，你干嘛这样子？戳自己脸蛋，戳自己脸蛋，戳眉毛，戳眉毛干嘛？他没有，不行，鼓掌。他想了一想门在哪个位置了，扎马步，扎马步，抬起一条腿，默契啊，都是这头，鼓掌，
蹲下，蹲下，蹲下，起来，还用水盆吗？我摸脚趾，他俩多玩一会儿就都行了。摸对方的脸，我俩就感觉已经要破水了。好吧，我们两个头撞到，向后退一步，水盆。向后退一步，水盆。哎，这我算我抢到了呀！你是抢到了，但是你被人淋了。好，三号获胜，因为水泼到乔哥身上。哦，还是你跟雨神较劲。天哪，下大雨了！哇，这太大了，突然一下。你让他回去好不好？让老肖回家吧。老肖收了神通吧。太神奇了吧。倾盆大雨。太夸张了。大家在雨棚下躲一下雨。哎，这老肖太邪乎了。哇，巨大。哇，下那么大。哇，这太大了，突然一下。老肖，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摆脱不了。我刚刚躲在这边躲好好的，走出来被他发现了。这得下到什么时候去啊？这个至少半个小时。把伞给大家，让躲上房间里面。来来，我们俩一个，我们俩一个，谢谢谢谢。谢谢你把我们的老肖先送进去，对，我把他带走，把他带走。送进去这下雨，这停雨啊，这好笑了，真的是。哎，你会不会一进来以后他就停了？一进就停了，雨小了，雨小了。喂，喂，真的？没有。喂，他一进去雨就小了。哎，肖哥直接不许出门，我跟你讲。我们叫老肖哥先回酒店吧。让他回北京吧，先回北京，先回北京啊！到哪儿哪儿下雨，是不是工作都快没了？我真的是停雨了，停了，还挺神奇啊！别这样，别这样，他会难过的。里边还不如外边呢，太热了里面。让老肖都别出来啊！他不敢出来，他不敢出来了。那继续吧，来吧。上水盆，快了，还有两组。那他们俩要不要叫出来？他们可以在窗户上也能看到。啊，行。来，请听口令：摸自己的耳朵，摸眼睛，摸自己的腹肌。没有。摸膝盖，脚踝。右手摸左脚。右手摸左脚。左手摸右脚。左手摸右脚。左手摸右耳朵。左手摸。右耳朵 ，baby， 你怎么了？起立！你怎么一站在这个位置？错了，翻白眼儿。翻白眼，向前一步走，向后一步走。哎，你们向前了。放下，放下。握手。你把盆蹲中间干嘛？蹲下。来，水盆。哇！哇！恭喜这一组获胜的是 baby， 我来啊 ，Lucas 来了，来了，我们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了啊，来，准备好了，向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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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退太多了 ，Lucas， 向前走，哇，走的有点近啊，向后退。向后一步走，一大步走，一大步，哇，好大了啊！做一个 wave， 一个 wave， 哇哇哇！拍肚子，摸膝盖，深蹲，起立，摸耳朵，摸鼻子，蹲下，起来，向前一步走，蹲下，起来。向后退，蹲下，起来，举盘，举盘。为什么每次受罪的是隔壁的人？恭喜太虚宽获胜。怎么不争气？
我已经很努力了。他比你争气多了。不争气的玩意儿。好，恭喜 baby 沙哥、雨琦、老骚、坤儿，你们可以到我们安慕希的冰爽休闲屋里午休。其他乘员在我们旁边的沙滩椅上进行午休。沙滩椅都零。吓死我！我这儿在这儿。他这是啥情况？去哪儿？去哪儿？怎么了？救我！你的秀场了，大哥！怎么？哎，这是发生了什么？这是要被带到哪里吗？我发现这次节目有变化。有变化？他们肯定是觉得上次我不够刺激，这一次要整一点活了，干正向的。有点害怕了。这什么情况？Hello， 青春小库，青春小库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们是有什么特殊任务是吗？来，先领取你们的 APE 俱乐部的会员卡，张凌赫老师的。好，好吧。好，给你们开始今天的仪式。仪式这么有仪式感，请伸出你的右手，右手，然后你伸出你的左手。好，来。这是什么手铐？这啥？哎，来，还行。哎呀，还行，可以，可以。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们两个先来？姓张。姓张，名字都是三个字，真的就是只认为是姓张吗？说吧，姐，要不你直接说吧。来，请入座。一会儿我统一公布。来来来，请入座。不是，我现在盼着黑人来接我。来了来来来了来了，带我的吧，带我走吧，带我走吧，真是带我走，我走了，拜拜。好了，我被抓走了。羡慕，我们好像那种幼儿园等家长来接的。我来了。哎呦，这么凶啊！一下就把我们推进来了。Hello。我们在那边把所有的社交礼仪都用完了，已经没东西可聊了。来吧，我们上仪式。哎，我的天！大家好好想一想，刚才都干了什么？刚刚干啥了？我俩没在同频上。我都没跟他说话。我们俩没。好好想想。什么东西啊？嘿，往哪儿走？不是坐下吗？不是，这怎么坐呀？这什么？你吗？什么东西啊？欢迎。这么有创意吗？姐，我的创意越来越足。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一起来的？我俩吗？我们俩要决一死战了。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因为他上次输我。这个输这个字儿，输那个字儿，现在字典里也没有。输这个字儿有点刺耳了。我们开始上仪式。来吧。那坐，没事啊，我右手吧。啊，好，天哪，好贴心，我都忘了你记了。好贴心，谢谢。细心。对，因为这次肯定要赢了，他心服口服嘛。Hello， 终于来接我们了，就换了另一个，我们上仪式。我们是怎么默契考验吗？应该是我们俩是今天就是像一个人一样。对。啊，从此就这样配对了。对。也不问愿意不愿意。对啊，我们也没有那个没有选择权，就是要放弃彼此吗？不用啊，就这么说一说。你我们愿意在一起。对，愿意在一起。好，你们俩衣服都是一个店买的。好，我来公布一下本期的主题。如果是一场双人默契之旅会怎样？我们得赢。我们肯定能赢。我让你的字典里没有数字。好，好不好？怎么样，志哥？怎么说呢？说我们俩玩游戏肯定就是绝了。对呀、啊。说一下刚才为什么你们会配对到一起？刚刚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们虽然没有在，但是我们一直在拍摄。就通过刚刚的拍摄，然后就你们这样组队了。拍摄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统计了哪两个人说话次数最少，然后给你们一个称呼叫最尴尬的朋友。他俩能说的少吗？我俩他们是最多的，所以他们最后来的。我们是按这个顺序而给大家，就是越先进来的人越尴尬。恭喜你们呀。我们俩是最尴尬的朋友。恭喜你们呀。他们现在绑在一起都不说话，跟外面的人说话。你们俩刚才彼此之间对过话吗？完全没有。对过。对过呀，怎么可能？对过。说的什么？来，三二一。
那个林鹤老师你好，一彤老师你好。就再没往下推进了。那我们俩是说话最多的。对，所以您是最默契的朋友。哦，其实就是个话痨的排序，我排这儿我还挺不甘心的。我出来的时候我这边都翻白沫了，都擦，我要擦嘴了都。好了，接下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 cos 服，特别特别的值得让大家来期待。 cos 服不会都是那种连体的衣服吧？好吓人啊。大娃和二娃，海尔兄弟，你们俩是海尔兄弟的衣服。但太省布料了。老规矩，我们一样是完成一个挑战，然后再来决定今天的 cos， 也就是舞蹈拷贝不重样。舞蹈拷贝不重样游戏规则：每组限时3分钟学习舞蹈，最先能完整跳出舞蹈且不出错的小组获得第一名，排名靠前的小组具有优先选择 cos 服装的权利。为你们量身定制的。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为我量身定制的。靠你了，这个靠你了，这个交给我。第一名就直接是他吧，就不用选了。万一是芭蕾呢？就是都可以。芭蕾也可以啊，他会记得比较快。学一下。这样，跟宝强呢就剩两套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不挑啊，我们不挑。我们也会挑。你们先玩。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挑战，然后可以开启盲盒，好不好？来。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挺简单的。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想要用心听？都看我，看，跟我学。你已经会了是吧？偷学一下，不要叫他们，然后是眼睛，左手，先左手。好像会了，我们练习一下。一，有没有点油腻啊？我俩看着没太油腻。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哒。哎，还是顺的。停，好，我会了。你会什么了？会了？不会。会了。那我们来。我们来。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该看谁，好精彩的组合。来，开始。不玩够。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加冰？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想要用心听？哇，他俩好像对了，对吧？挑战成功。耶！怎么样？对了，成长线太快了吧！第一个游戏就是谁？聪明是张凌赫他们先跳成功了。本来你们跳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怕学错的进去。我们是这边都学了。不要叫他们，然后是眼睛。会了。来嘛，迪哥，我瞧瞧你。我够。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加冰？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想要用心听？一模一样。挑战失败。为什么？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加冰？要不要教你们？OK， 我来。来，我慢。OK。加油，没事啊！来了。救救我！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嘉宾？为什么连你的心都是要挑战失败？哪里失败了？哲远，你的心是这样的，大哥。打
哥说的对。中国的心你不知道吗？按照我们的标准不行。来，挑战失败，下一对。再练一遍啊！我们。哎呀，不油、哎，这画面不油腻吗？我先问。躲远点，躲远一点，我都怕你。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做实验信息？为什么你的眼里？停。嗯，走吧，你就跟我已经不一样了。来吧，让最厉害的这一组来了。我们要来了，大家都好好学一学吧。哇哦，错了才丢人，来吧。我够。为什么我想做实验信息？啊！行了，再下一位。哎呀！你们俩口号喊那么猛，哎呀！你看看你，我的，牛白吹了，哇！心无旁骛，来，迪哥跳得好呀，跳得太好了，你俩这个完美，太默契了，太默契了，哎呀！哦，哎，对了，全对了，哎呀，全对了呀，全对了。成功！啊！对，你们还没过啊？还没过呀？你们那么能跳吗？不会有人连这么简单的舞都学不会吧？肯定不怪你，那怪谁呢？不要理他们，气定神闲，不要管他们。我们不能被他们打乱。哎呀！1 2 3 4 5 6 7 8。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啊！太远。加油哦！别紧张啊，陈周远，别紧张，没事的，千万别紧张。我们在后面帮你数着八拍。你的队员们都在看哦。慢点，没事啊。Let's go。为什么我想做实验信息？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我总是紧张？为什么连你的心跳声要用心听？哦，对了吧？得个比心，弹出。我们俩一样不就可以了吗？要跟原版视频一样。专不专业？什么舞者是需要把舞蹈变成自己的风格？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 style。我们俩一样呀。因为小八的手受伤了，他这个手这样子推出去有点痛的。对。哎，你们好，往后排，谢谢。往后排，谢谢。还在比赛呢。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交给我，小意思。这边只要杨迪不说话，加油！今天刚认识的两个人，其实我觉得可能刚一开始的时候，闭嘴！两个人左右手都是错。刚认识的两个人，说不定以后也不像再相认了。表情管理，把音量给我开到最大。为什么两只手又亲亲？眼睛哦，亮晶晶。推多了，他们是两次，所以你们错了。推出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别干扰我们了，你们俩先过了再说吧。你们作为最差的一组，一直在教别人。你不要吧，我们俩都困了，你们快点儿。我们俩都睡着了，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过？赶时间，来吧。为什么我想做实验信息？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陈正元好局促。为什么连你的心跳都想要用心听？ Yes， 对了吧？对了。Yeah. 挑战成功。对了。Yes。 谢谢。哎。哇，只差你们和他们了，你要不要加油？主要是张一奇，我们输了吧，不丢人。主要我们不是干这个。为什么我想做事情？眼睛。为什么？
杠，可以吧？挑战成功，可以吧？表情管理太差了。只剩你们了，你们还跳吗？我们不用跳了，我们最后一名。我们可以从第一名开始来选择想要的 cos 服装。耶、我选九。那我选个四吧。童年的男神。还有披风，选个一号。白蛇，白蛇。好，三号。蜜蜂，那就选一个八吧。你的数字小八。一会儿我这个步惊云啊，我这头套我要戴不进去，我就用自己头发了。我跟你讲，得戴，我聂风都要戴。这头发是精髓，专门给你定制的紫色。我的头围不是一般人的头围，我头围六十一啊，六十一。我也跟你一样，我也六十一，我五十八，我也是五十八。晨哥都震撼了，我震撼了。我觉得你俩脸很小，头大脸小，倒三角，上面宽，下面窄。